各位比丘大德、尼师大姐，各位在家菩萨，晚安。请放丈，今天是我们佛期第四天呢，很快要，大家好好把握呀。时间就是这样的呢，你把握不住的，但是你摄住心就能把握住了，就把心要摄住啊。这个今天呢，首先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用功的情形啊，我感觉大家已经能够摄心了。大体上来讲都很好，也能够用功，也得要领了，有一种驾轻就熟的感觉了。这个要小心哦，驾轻就熟啊，驾轻车上熟路，容易出毛病呢，所以要小心，更要摄心啊。要是你得的要领了，更要摄心，这点很重要。下边呢，我们这个有几个问题来解答一下啊，那是因为尼师大姐。第一个关于待业往生和因果如是因如是果是否相违，是违背。但是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摄受了，所以一般人研究教理的就不相信这个净土法门就在这里，是违背的。你摄五逆，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呢？阿弥陀佛的摄受力，再加上他自己的信愿力，就是这两个。除了这个，在教理上说不通的。藕益大师讲，十方世界没有这个法门，十方刹土没有这个该位，去了以后，凡夫待业的凡夫，跟阿罗汉在一起，跟菩萨在一起，跟佛在一起，就所谓圆净四土啊，正三不退呀、啊，没有。说一切皆是，一切皆非。你说他是凡夫吗？他跟圣人在一起。你说他是圣人吗？他具足烦恼。说一切皆是，一切皆非。这就是净土法门的殊胜的地方，就在这里。一般人不容易相信呐、啊，尤其研究深达教理的人，很难的相信。他认为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有的人研究教理，忽略了阿弥陀佛的慈悲摄受。大愿力忽略了，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力量，不是我们凡夫的力量啊。因此呢，我们就应该对这个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第二个，是否能发愿代替父母受业？可以，可以的。我前年在这个大陆上的那个黑龙江省的净觉寺打佛七。有一位女众，那受菩萨戒，那个女众啊，那真是气质非常好，调柔寂静啊。她当也受了菩萨戒，大概50多岁的样子，非常非常柔和。她来给我顶礼讲，来问我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在她年轻的时候啊，她的妈妈生病，看不好了这个病，没有办法了，昏迷过去，医生束手。他一看怎么办呢？他写了一封信给地藏王菩萨，愿意把他自己的寿命捐出来给他妈妈。他把这信写完了，就在地藏王菩萨下面先就点着了，烧掉了。烧掉了以后没好久，他妈妈就醒过来了，病好了。他也很欢喜，但是他一直心里有个结，我的寿命已经给我妈妈了呢。那我将来不晓得什么时候走，他来问我。我说呀，你放心了，你不但你的寿命没有给你妈妈，你反倒增加了，你这番孝心、菩提心，哎，这个女众啊，我看了以后，我感觉我很尊敬她，我说你很了不起呀，你是个孝女呀，你几乎跟地藏菩萨在因地一样啊，可以的，这个我们假如有愿意替代父母都受业报啊，你放心了。这个业报叫你一片诚心就感动了。我给各位讲，我们讲过没？业报虚妄的，没有啊。让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一切唯心没有就没有。但是没有办法，这心里没办法安呢、啊，那就要忏悔，在佛前忏悔，忏悔心里的罪由心造，讲心忏。心有王时，罪已空；心亡罪灭，两俱空。是在明明真忏悔。你把这心忏那个，你感觉有这个罪的心忏没有了，那个业整个真的消掉了。那我们忏悔，
拜忏、念佛、持咒、做功德，就是把这个心转变过来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第三个，要亡者生前未发愿求愿求往生净土，是否代亡者求愿往生？可以。这个亡灵啊，在他的这个，在中阴身这个阶段，那么他的智力、智解力、智慧、理解的能力呀，超过一般的，就是一般常人，超过6倍到9倍。所以，因此啊，我们有的那个念经啊，替亡灵超度啊，你尽管念了，我们可以不懂，他懂，可以的，可以替他求愿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在中阴身这个境界呀，他知道极乐世界很殊胜庄严的。但是你要给他说法，要给他说法。假如是我们的亲人，你要告诉他，现在我念这个念什么什么经。专为你念的，希望你仗此功德往生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太好了，娑婆世界不好啊！你要给他说怎么样好，怎么样好，怎么不好。然后你说，现在你跟着我念佛，念几声以后，然后你就放念佛机，他就会跟着念佛机念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就是这样解释的。其次，也是一位这个尼什大姐的啊，第一个问题，关于昨晚讲义念佛修念佛法门的第二项，如何念佛其中念及情亡时即念而离念，是否与华严经的法界观门中所言的依此权遍门超情离见相同的意见，超越了凡情，超越了圣见。凡情是执着，圣见是分别，凡情是我执，圣见是法执，都超越了。又纪念的纪是否是念之在之？不是这样解释。纪念就在这个念上，就在这个念头上，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就在这个念头上，就离开那念头，这个是般若了。般若是离相的，离相不是离，般若无相，无不相，即相离相，是这样。假如说是我们要把这相弄掉了。啊，比如说我这里有个眼镜盒子，眼镜盒子我离相，我把眼镜盒子烧掉了，那是都没有相了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样就断灭了嘛？不是的，就在这个相中叫原神无性，就离性，就离相了，不执着了，就是念到极点，这个凡情的执着分别没有了，这个心情亡止歇，在这个时候啊，按你那个那种。那个念头，你就知道这个念头的时候啊，那你的那个念头当下就跟佛的念头一样了，就离开那个凡夫的那个情执了，是这样子，并不是说那个念头没有了，不是没有念头了，那个死人也没有念头了，啊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就在这个念头上离开这个念头，所以就是这样，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《华严经》就是这样讲，这样。就在这个在这法上，一切法原生无性的，因此就是空寂的，并不是灭色明空，并不是把这些东西都把它烧掉了，这是空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有纪念的当下，有离念，此意境与不寂不离有何差别？没有差别，一样不寂不离。也不离开这个相，也不执着这个相，就是这样的。第二点，关于临终佛接引仪式，此中又有几项这个疑点啊？如何辨识真佛假佛？这个念佛法门呢，本来没有魔障的，
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，光明无量，任何魔障他都怕阿弥陀佛的光明的，没有的。但是有的时候啊，一般用功不得要领，自己胡思乱想，失掉了正念，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的。假如是真佛的话，你越念着佛的光明越大，你心里清凉欢喜。假如要是假佛或者魔变的话，你看了这个佛以后啊，不欢喜，有种恐惧感，有种烦躁的感觉。你念的时候啊，你念阿弥陀佛，越念它的光越小。啊，就这样。不要想着有魔，没有魔，念佛法门没有魔。你想着有魔，将来会着魔，那糟糕了，那就是个种子。没有魔，念佛法门没有魔，只有佛。为一佛成。第二个是，行者凭信愿往生者，及品位之高低，全有持名之深浅，如何鉴别这些深浅度？大体上来讲啊，这个深浅度还是在心上做的这个功夫。佛法就是个心法，就在心上用功的，啊，这个效果也在心上检查。第一步，摄心，把心摄住，啊，摄住就是抓住它。现在我们抓不住啊。抓不住，你们这个念的，你们这个刚用功的念，除了老参以外呀，一般人你就感觉念佛抓不住这个念头，念就跑走了，念就跑走了，你能够拉回来，那就是摄呀，就把它拉回来了，那就是摄心。第一步就做这个工作，第二步敷心，把它敷住了，敷住了，这个敷住了像什么呢？这个蛇心就要把贼抓住了，福心呢要把绳子把这个贼捆住，让他动不动，他不会作怪，啊。那么另外就是悟心，第三步是悟心，悟心是什么呢？把这个无明烦恼破掉了，就是把贼杀掉了。你把这个贼扶住了以后啊，你把他捆起来，但是他还在那动歪脑筋，他只不能动而已，他还在，那还是不行的，也得把他开智慧，一下把那个贼杀掉了，杀掉没事了，就像我们这个念佛法门，第一步要摄心，第二步要敷烦恼。那个我们说这个心是这个虚妄的心，虚妄心完全是在那个生灭的，有以这个无明烦恼在那生灭，先把它扶住了以后呢，无明烦恼不起来，但是那个无明烦恼还在。那个是叫福心，福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通常叫定，叫定啊。那个慧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悟心了，悟心就把这烦恼破掉了。所以偶遇大师他判呢，这个九品，这个九品呢，下三品就是摄心，把这心能够摄住；中三品呢，就是福心了；上三品悟心。上三品，你要断见思烦恼，那就把无明也破掉了。那上三品是这样子的，因此我们自己知道，你这个心呢，偶遇大师讲，一念佛，你心深信切愿，一念佛的时候啊，就妄想就很多，心就很散乱。这个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啊，是下品下生。他一念佛的时候，深信切愿，一念佛这妄念就很少了。少了散乱就很少了，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下品众生。那么这一深信切愿，一念佛，心就不散乱了。这个是下品上生，偶遇大师这样讲的。那么念的是一心不乱，不起贪嗔痴，是中三品。这个要，这就是在这个是一心不乱，也不起贪嗔痴的时候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是中三品，这个就是看行人的用功的功夫的深浅的次第了啊。那么到达能够把这个见思烦恼无明也破掉了的时候啊，这个上三品了。
我们现在用功啊，除非你们到达了那某一个境界，不然我们这是还是在这个奢行、浮行这个阶段上。因此，就怎么样子？尤其这个奢行呢，那就是眼不见为净。不要说你们呢，我们出家人在山里住啊，偶尔说跑一趟街，外面花花世界一看，回来一做功课，也是些什么那些个外边那些境界就跑出来了，因为这个无住生心要地其地，那么烦恼破了，到了那个其地以上无相性，他这个时候你心升起来，他不住，他不住于任何一个境，完全是真心。一般不行的，二谛到七谛还是有相性，还有相用功啊，完了就没有相了，还是这样的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要少接触那染污的因缘，要持戒，要断恶，要修善，要念佛，就是这样。要一舍心就舍住了，你心里头全是佛的种子，是这样子。要不然呢，都是些染污种子，你要想把它心舍住、扶住，很不容易。很不容易。我们这里的在位有很多老菩萨呀，我们这一生很辛苦了哇，看破、放下、老实念佛啊，你这样容易修。年纪大的人呢，他的饱经世变沧桑了，看太多了，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我再不会动心呢，哎呦，这个功夫以后念佛，那很容易进入到由事宜心到理宜心，所以我们年纪大的人呢，我们感觉很欢喜。为什么？我在人生路上经过这么多的这些灾难、这些横逆，我都走过来了现在我念阿弥陀佛了，好了，往事如梦啊，人生就像一个梦幻一样的。现在我可知道真实的放下阿弥陀佛，好好念呢，很快很快有成就。我祝福我们在座的老菩萨们呢，大家好好下功夫，很快证得离一心不乱。这个在台南的将军乡有一个老菩萨，这个老菩萨也很辛苦啊。年轻的时候，先生就过世了，过世了以后，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佛呀，就带着一个儿子，辛辛苦苦自己做工啊，把这儿子供到大学毕业。大学毕业以后啊，儿子也很孝顺，很孝顺这个妈妈。这老菩萨呀，现在想啊，儿子也长大了，自己也差不多了，有今天跑土地公庙，明天也跑什么三王公庙，这东跑西跑，也去拜神，也拜佛，也搞不清楚。后来儿子结婚了，儿媳妇也信佛，儿子也信佛，儿媳妇看呢，这儿媳妇很孝顺，有一天就给婆婆讲，说妈，你这样子东跑西跑，这样子力气都白费的呀，你搞了半天都没有用。他没有用啊，说对呀，没有用啊。说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念阿弥陀佛好了，那真是有用的。他说真的吗？真的。他最后结果怎么？就往上极乐世界呀，不会在这娑婆世界受苦了。他老婆那好，我就是求的这个。那好了，他搁那么后就一心念佛，那没好久啊，他们家里有4口人，儿子、儿媳妇、阿嬷，还有阿孙、孙子。这4口人每天吃饭，早晨都是，这个到阿妈在那做功课嘛。做完功课，他们做好了，阿妈来了以后，大家一起来吃饭。有一天呢，阿妈没来，这个儿子说喊他这个孙子，你去喊阿妈来吃饭。这孙子跑着看回来说阿妈站着不动了呢。儿子说怎么不动呢？说那我们不动，我们去看看，看他站着往生了。站着走了，这是净空法师给我讲的。你看也没有好久的时间呢，因为他心很虔诚啊，到处东转一头西转一头，搞了半天就找不到一个正确的门路，欲尽无由啊。现在可要像儿媳妇有智慧，告诉他念阿弥陀佛好了，一切问题都能解决，他欢喜了，一切放下，念阿弥陀佛，就那么站着走了。这个站着走的功力不简单的呢。一般人躺还躺不好嘞，他那站着走，这不容易的啊。所以我们做子女的呀，要孝，真孝顺父母，你就是要父母信佛啊。第三个问题啊，被接引的对象
系由眷属广作佛事，白发超荐，要每封每一个期，并未往生时，在过了七期的中阴身，会来蒙佛接引吗？应该会的。他这个中阴身呢，通常来讲啊，七个期，在地藏经讲最多七个期，七七四十九天，他已经脱生了。他假如没脱生的话，会有特殊的因缘呢，因为这个亲人超荐呢，都是有缘很深的，你得超荐他，心电有感应，他会来的，会来的。第四个，又要超荐的历代祖先中，要每一世以往生毁投生六道了，那么此超荐的牌位由谁来蒙佛接引？每一世往生呢？那么我们发愿，我累劫以来的这个历代的先王，你这样发愿呢？你这个历代的先王跟我们都是一种血缘的关系，缘很深的。你在佛前发愿，那阿弥陀佛、地藏菩萨都会用光照他们，都会用光照他们的。这个莲池大师在这个《诸上随笔》里有提到，这个父母往生了很久了，还是要超荐。就是假如他很不幸落到六道里头去啊，你超荐他，对他会增加福报的，增加无漏的善业的福报。还是有用的。第三个问题啊，念佛身体产生燥热的现象，除了继续念佛、开冷气、多喝开水外，还有什么对治的方法？这个念佛呀，不要着急，欲速则不达，不着急，勿忘勿助，也不要忘掉，也不要去揠苗助长，就是。也不缓也不急的，这样稳稳的，很稳健的这样念下去。当然，你多喝开水也是可以开冷气也是可以的，不要着急，这不是病。念佛当中会有一些个生理的现象啊，会有一些生理现象啊。我过去看了很多有生理现象，你一着急呀，反倒变成病痛了。不着急，不管它，把它交给阿弥陀佛。你说阿弥陀佛，现在我身体很燥热，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我要交给你老人家了，我好好念佛了，就不管了，你就念佛就行了啊。第四个，关于修念佛法门不需花钱一事，确实值得大力推广，很好，那你是大姐肯定啊。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来推广，下边还有这小问题啊，我想这时间的关系，我再找时间来说明啊。下边呢，这个我要补充昨天的那个讲的，那个讲义上的讲义，那个一十百千万念佛，我们从这一十百千万这几个次第啊来下手。先讲这个一，我讲过了，印光大师是告诉我们的。一句摄心念诵听，心念口诵耳听，这一句，十句不烂三三四，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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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三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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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三三四，这个不用念珠，用心记，这个用摄心的，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摄心的。这印光大师啊，他老人家自己做，我自己也用过这个方法，可以很好，很好用这个三千四的办法。一十百，这百就不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说的，是谁说的呢？禅宗就有一个大禅师释宇禅师啊，很有名的呀。他当初参禅的时候不开悟啊，他很苦恼。后来他想啊，有人说，这个归元无二路啊，方便有多门，你不一定为这个事情苦恼嘛，可以念佛嘛。哎，他想，对呀，我可以念佛，他就念佛。他们说念佛可以念到离心不乱，跟开悟是一样的，他就念佛。他怎么念呢？他是拿一串念珠，一串念珠啊，
也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他这样念，一个一个念，啊，念的，念这一串念珠为准，念到一百，念到107个人，有一个妄想出来都不算，从头来。他就是这样的，很严格的要求自己精念，念念念念，到最后他一百成就了，一百成就，他得1000，1000他就进入1万，开悟了。他最后啊欢喜了，说了个偈子，说了这个偈子啊，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啊，你知道就好了，不需要记了，因为这个知道这个理就好了啊。他说念佛不必贪多念。先念100心不乱，99声一念差，调转数住都不算。如是100百至千，从千到万如珠贯。箭射不入，刀不侵，百万魔军尽逃窜。这个箭射不入，刀不侵呢？我刚看的时候，我说那修行人哪里来的刀，哪里来的箭呢？还搞不清楚。后来慢慢这个学佛久了就知道了，见是指这昏沉，昏沉叫暗识见，昏沉你没办法抵抗的呀，昏沉来了，你怎么样的也不行，不知不觉就打瞌睡了，就独孤了，没办法，嗯，那个是见暗识见，嗯，念到这个功力够的时候，暗识见没有，昏沉没有了，箭射不入，刀不侵。哪里来的刀啊？就是外边的，外边有人的，啊，有一种对你一种障碍，就是外来的恶性的障碍，那么形容是刀，可以受到伤害的。但是你这个时候一心不乱不动，伤害不到来了，所以箭射不入，刀不侵。这个时候啊，百万魔军尽逃窜。这个时候一到失一心的呢。下边两句，念到人空，法也空，数诸抛相，无生愿。念到人空的时候啊，那就是见思烦恼断了；念到法空的时候，就破无明了。他这个时候念到人空，法也空，数诸不要了，念珠不要了，已经不需要了吧？掉到无生愿，什么无生愿？证无生人了，已经啊，就是这位释于禅师，他就说百千万是他的。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啊，你就从这个十折开始，334折开始，334偈，一到100，然后，那么你用念珠33410个偈一个也可以，334偈一个，334偈一个。印光大师啊，他老人家经常就坐那儿念佛的，他说呀，你坐着念佛，老是用念珠手在动啊，心不静，不容易静下来。他是用这个334的办法，不计数，我只计时，334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有闹钟吗？有钟吗？你可以看钟啊，4字10分钟1000，6个字大概16分左右，要快一点，大概一刻钟就可以了。你可以计时间，也是一个办法的。你看弘一大师，他就用这个钟闹钟的钟声来听，不过现在也没有那种。那滴答滴答那种种类没有了，都是那个电子的了，又没有声音。嗯，不过我想这是古德呀，他是尽量利用环境周围现有的条件作为我们的增上缘。嗯，我们也是可以的。这个一千4个字才10分钟，6个字最多16分吧，就算一刻钟吧。就没有妄想，你这100个100是多少钟？1分半钟，1分半钟没有妄想都很难呢、啊。可见呢，我们这妄想，我们这个心真是不老实，凡夫的心，它就是东想西想的。所以因此呢，下决心，先有它100不烂，然后100到1000，1000能到1000就好办了，啊，到1000。那个我讲那个1000呢，是孔子教给他那些个笨的弟子的，他叫那个自强不息，人定胜天，这个是孔门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秘诀，啊，自强不息，人定胜天。怎么叫自强不息，人定胜天呢？啊，就是说人一能知几百知，人十能知几千知，
果能此道语，随愚必明，随柔必强。别人能念一次就会了，我念100次；别人念10次能会的，我念1000次，下100倍的功夫，是这样的，百倍的功夫啊！你假如真能做到，虽然我们愚笨一点，也会变成聪明了；虽然身体柔弱一点，也会变成刚强有力量了。这个还不算呢，后边还有有夫学之弗能，弗错也。假如我要学，除非我不学，要学的话，学之弗能，我学的没学会，我不停止，不放弃。学问思辨行，这五个都是一样的。有夫问之弗知弗错也，有夫思之弗得弗错也，有夫辨之弗明弗错也，有夫行之弗笃弗错也。就是说，我没达到我的目的，不停止，下了这个决心。这是个决心的问题呀，决心一下就没有问题了啊，没有问题了。现在一般人就是看着佛经那么多经，我怎么看，我怎么念，还没等念呢，他就排斥了，那就不行了，不行啊。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个故事啊，叫做愚公移山，大家都知道愚公移山。这个愚公姓什么，我们也不搞不清楚，就是他很愚笨。这个人，大家就这个老人家也很受尊敬，叫愚公。他家里门口有2座山，他也姓王吴二山，在他家门口，他要到街上去，要过这个山，绕了很远的路。他想不行，这样子没有办法，老是绕这个路，把这个山移走。他就开家族会议，开家族会议说，我们把这个山移走。这家人听说这个山那么高，那怎么移那么大呀？不要紧呐，山是那么大呀，它不会增长啊。我们人是子子孙孙呐，代代相传呐，子孙绵延不绝呀。山不会增长，总会有一天给我们搬走的。大伙给他家人的，他也说服了嘛，就开始搬了，开始搬这个建，搬这个山。还没等开始搬的时候，山神一想，不得了了啊！他这样一搬，都把我们节节肢解了，把我们身体都弄碎了。结果第二天，那个山搬家了，山自己搬了。这是在《列子》上的书故事，是真的事情啊！你要下决心呢，没有难事。玄奘大师到印度取经，他当初要想，那我怎么去呀？这一念就去不了了，要去就是要去，他就去了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往生就是要往生，何况阿弥陀佛发48愿，在那接引我们。十方诸佛在护念我们，25菩萨在加倍我们，遮天神将的守卫我们。你想到这里，没有问题呀。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决心不够啊。今天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莲友们啊，还有我们这个出家的我们的法师们呢，我们学佛当中必须要下决心，今生不了道不得了。我们过去生中就是念阿弥陀佛的，为什么没往生？没好好念呢？今生才能遇到啊，不然你遇都遇不到的。今生可不能再不往生了，再不往生了不得了啊！再不往生那可不得了了。所以今生下决心啊！所以我们在座的，尤其我们在家的菩萨们呢，在家修比较难一点呢。世尊也讲了，菩萨有2种：一种出家，一种是在家。在家菩萨多恶因缘所缠绕故，这佛说的不要紧。你想，因缘是可以创造的呀，可以创造的。因此你自己要有那个亲因缘，你才能够感召外边那个助缘增上缘来。这个亲因缘就是说，我要这些恶因缘，我要变成善因缘。在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欢欢喜喜的念阿弥陀佛，功德给你们，我不要。这样你每天都很欢喜，每天功德在增长。这是这个念佛补充者10/1000000啊！我们大家将来回去啊，坐下了2个半小时，1万声，1万声佛号没妄念。假如能做到这样的话，那就快乐，那就受足，将来慢慢就抛向无生愿了啊。那个施语参师啊，没有天生的圣贤呢，没有天生的圣贤。所以他们西洋人就解释什么叫天才呀？天才就是说呀，
有恒毅力加起来叫做天才，有恒和毅力不断地这样去做，这就叫天才了。不是有天才呀、啊、天才并不好，天才多半都不幸。我们不要，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是天才，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下决心的，当我要做我就是做成就成了。这个我在台上感应片里头看了一个公案，有个年轻人，他没有佛法，没有闻得佛法，他要求神仙，要学仙，说学仙怎么办？没看看不到神仙呢，一天到晚的在那院子里就拜，拜求神仙。有一天拜的神仙现在的前边呢，哦，他欢喜了。这神仙问他说：“你真的要想成神仙吗？”说：“我真的，我真的要想成神仙。”那个神仙说：“你要成仙可以，我可以教你，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。”这个年轻人一听欢喜啊，这年轻人是他年轻力壮嘛，二十几岁，我刚一定帮你做到。那个神仙手一指，好，一个大石头，五尺见方的一个大石头，完了拿一个棍子给他，就用这个东西给我钻个洞，钻过去，到时候我就来教你。这个年轻人好，没问题，神仙就不见了，他从那儿就开始钻了多少年呢？到了47岁，钻透了，钻透的时候当下。神仙在前边交给他，马上成仙了，就是磨，把他烦恼习气磨都没有了。那神仙那是一种前方便呢。你看，我想这个你这个年轻人姓傅，他很可怜呢，搞了这一生修了个仙道，还在三界内。你要是念阿弥陀佛，我想老早离一心不乱了吧。我们想想看，假如拿这种精神念阿弥陀佛，是不是老早离一心不乱了？一定的呀。所以我们想到这里头，我们会增加信心。另外你再看那个特技团表演的那空中飞人，那个不简单的，那空中飞人呢、啊、那也是下了苦心呢、啊、他那个时候一心不乱呢，在那钢索上骑一个单轮脚踏车从那上走，他假如有一个念头妄念，他都会掉下去，那也是训练的呀、啊，也不是天生的呀。假如他那个都能做到，那我们那个念佛多简单。你看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他那个不简单了，又有钢索，又有那个单轮的脚踏车。我那时候看到这，我就想啊，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。那我们要学佛，假如有这种精神的话，一定老早成就了。所以古来祖师讲啊，修道如同造业，成就老早已多时。好了，我们这都是题外的话了啊，就讲到这里了。我们大家要坚固信心，不管遇到任何磨难，绝不动摇，绝不改变。今天呢，我想把这个敬业三福讲一讲。敬业三福是很重要的，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头，佛告诉韦提希夫人的。这个里头这个公案呢，我要把这个它的来源先讲一下。阿舍世王把他的父亲关起来，把那频婆娑罗王关起来，就告诉这个看门的人，就给他准备把他父亲要饿死的。那他妈妈呢，每天给他送东西，不是用那个什么便当盒子送，不是的，因为那个胃病要检查的呀。他在身上洗干净了以后啊，把那个面炒好的面粉就熟的弄成一块一块贴到身上，然后衣服穿到外边也看不见。他那璎珞很大的璎珞里头是空的，就用那果汁灌进去，然后他就看老王，给老王吃那个面草，就是那个面草啊，给他吃完了喝那璎珞那个果汁。他们这样的，这个然后那个频婆娑罗王天天受八关斋戒，天天受八关斋戒，三个礼拜没有死。阿舍世问：这三个礼拜怎么没有死呢？问那个卫兵，发着卫兵脾气，卫兵说：“说大王，这不是我的事，这国太夫人来，身上带着那草面，璎珞里头挂着
挂了这个果汁给他吃，完了那个萨满穆建连天天给他来受八关斋戒。阿舍是一听火大了，要杀他妈妈呀！要杀他妈妈，拿着宝剑要杀他妈妈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他的哥哥，他的姨母同父的哥哥，齐婆是神医，他哥哥说不可以杀，你要杀我就离开，跟另外一个大臣。阿舍氏啊，这个时候他爸爸没死，他想当王还没有当啊，他就靠他哥哥来帮忙的。他看他哥哥要走，那么最后那个大臣也要走，后来他说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杀不杀，把他妈妈关起来了，关起来他妈妈就伤心呐，痛哭流涕，向那个灵鹫山顶礼呀，说师尊呐，我现在苦了啊。过去你老人家常常派阿难尊者来慰问我，现在我真是苦了啊！我希望你老人家派阿难来和穆念莲来，穆莲是他们的亲戚，过去派他们两位来。然后这个世尊在那个灵鹫山知道了，知道以后啊，告诉阿难、穆莲说：“你们两个从空中去，用神通从空中去。”他们两个来了，然后世尊从灵鹫山末，从那个王宫出来。出来的时候啊，四天王护驾，然后阿难站在右边，啊，穆连连尊者站在左边出现了。这韦帝西这还拜完了，一抬头一看，哦，佛出现了，欢喜呀，高兴的痛哭流涕呀。他说呀：“世尊呐，我现在呀，我现在不想在这个娑婆世界了，我想到一个不见恶人、不闻恶声这么一个地方，希望世尊叫我四位，叫我正受。”那么世尊就用神力现了十方世界的国土给他看，说：“你看哪个国土你希望去，我告诉你去的方法。”这个维提西夫人说呀：“十方国土都很好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。”世尊说：“好。”就给他讲这部经。讲这部经以前，世尊告诉他：“你要修那以前的修法，那十六观要修法以前要修这个。”净业三福，这是三世诸佛的净业正因，三世诸佛成佛都修这三个，这三福。哪三福呢？第一个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第一条世间福。第二个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这是三乘共法。最后一个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大乘不共法，这三个。我们先讲这个，先讲这个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孝养父母，孝啊，是一切德的根本，万善之源。世尊也强调孝啊。世尊他的父王净饭王往生的时候啊，他自己喊那个四王八子啊：“来来来，我们来抬棺。”那是四天王说：“世尊，我们来抬就够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你老人家抬了。”世尊说：“不要，我要给我的后世弟子做榜样。”世尊非常孝道的呀，非常尽孝道的呀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你信佛了以后啊，就不孝了，大错特错。所以那莲池大师里头有七比沟的，头一个就是七比沟：恩重山丘，五等五顶三生未足愁，亲得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擦出世大因由，凡情怎抛？孝子先孙，好像真空灸。因此把贵子难孙一笔勾掉了，都不是假的呀，世间上的东西啊，你要向真空里修，才看见你的不生不灭的生命。这是莲池大师的七笔勾啊，就是讲的这个。莲池大师是读儒家书读通了的呀。那么在儒门有孝经，孝经里就是开宗明义，就是讲孝者，天之经，地之纬，民之行。天经地义，民之行，不可以改变的。孔子的他这个最孝的一个弟子啊，当初就是闵子骞。闵子骞呢，
闵子骞呢，妈妈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，他后父亲娶一个后母，娶个后母啊，又生了两个弟弟，这个妈妈就对这两个弟弟就特别好，对他就比较差一点，冬天冷啊。妈妈就把这个棉袄做这两个弟弟，那给这个闵子骞呢做的很厚，里头是芦花，不是棉花，是芦花，穿上特别冷。那芦花它不暖和吧，它很冷。那么闵子骞给他爸爸驾车，冬天出去手就直发抖，赶车也赶不对了。他爸爸很气了，拿起来鞭子就抽他，说你这么没用呢，你这赶车都赶不好。一抽啊，把这个布抽破了，里头出了芦花了。他爸爸说：“你这衣服我看看怎么样了？”一看全是芦花。他爸爸说：“怪不得你这么冷了，回去回去。”他爸爸回来了以后啊，就要休他妈妈，要跟他妈妈离婚。这个时候，闵子骞跪下了，说：“爸爸不要了，都是我不好啊，不是妈妈不好啊。你假如嘛，要妈妈走了以后啊，母在一子单。”母去三子寒，说是爸爸还是要妈妈留下的，不要妈妈走，他妈妈也很受感动啊。爸爸一想好了，不离婚了，不离婚了以后啊，他妈妈也感动了，也对他也好了。这孔门的第一个大孝闵子骞。现在我们孝顺的人也很多呀，也有很多孝顺的，不过不知道而已呀。我们在历史上，这个孝第一个大孝的是舜，那是最孝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他的爸爸不好，啊，妈妈也不好，还有个不好的弟弟，一天到晚想害死他，就是害不死。这个吉人天相啊，他不记恨他爸爸妈妈，不记恨呐。他爸爸妈妈对他怎么不好，他都恭恭敬敬孝顺他们，最后终于感化了把他。所以这个。法顺是我们中国第一个标准的孝子，24孝当中，他老人家第一个，头一位。那另外的还有了，那很多的了。另外在这个，我讲一个那个汉文帝好了，皇帝。汉文帝他的妈妈是薄太后。生病了以后啊，汉文帝当皇帝呀，下了朝以后专门伺候妈妈，3年衣不解带，药逼亲尝，不解开衣服啊，就连衣服碎呀，随时妈妈有问题就起来了。皇帝呢，那些宫女什么，他都不要，他说你不要，你们不要，我自己我伺候我妈妈，他这样子的呀，药逼亲尝。我那小时候说药还要尝一尝干什么呢？后来才发现呢，尝一尝不是不是太热了？太热了不能吃，太冷了也不能吃。这皇帝就做这个事情3年，所以汉文帝在历史上是最好的皇帝啊。所以，搁汉文帝以后，那才汉朝才真正的向着一个大的国家了，因为汉文帝有德。在一般动物当中啊，也有孝顺的。我们都是那个羊啊，羔羊跪乳。你看那羔羊跪下去吃奶，很可爱的呢。哎，吃它妈妈以前都跪下去吃。乌鸦反哺，这个乌鸦呀，它小的时候特别能吃。那个老乌鸦呀，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就给它弄东西吃，还吃不饱，还呱呱叫，搞得两个老乌鸦很辛苦。没有好久，小乌鸦长大了，老乌鸦就累得不能再飞不动了。于是乎，小乌鸦就告诉老乌鸦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休息，我们来找食给你吃。”那小乌鸦就反哺啊，小乌鸦多了就再找给他爸爸妈妈吃。你看，这个动物都有这种天性呢。